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，我们离朝鲜比较远。那么如果说我们能做的就是在经济上，能不能就是跟南韩那边，积极的能够有些合作，来稳定这个南韩的经济，来使得这个双边之间有更多的一些机会。那如果说南韩的经济能够复苏，那对于南韩的跟北韩去进行谈判，也有更多的一些谈判的基础。